咱要请做一个发热发光的高雄钢铁人。到了职业赛场可能要转到三号位了，所以整个角色上面有一些改变。陈佑伟的快攻得分，这次的快攻来几乎都是 wide open 了，所以这是钢铁人急需要改变的问题。正面打板是陈佑伟，挑战不可能，但是球很快已经来到禁区，吕正如也放得轻松啊，躲开了对方的防守。对啊，一样是老问题啊，变成基尔贝克还没有回防哦，所以陈佑伟就攻到篮下了。咖喱饺子得分，陈佑伟前场有直接攻击篮筐的机会。哇，这个球姐夫看起来扇得还蛮干净的哦。德威放上来，让他去打到一个四号位哦。然后阿吉，哇！这个拉杆手肘动作蛮大的，把对方打倒，同时要到了 N1。 来到高雄的陈佑伟，他的机会比状元朱云豪多蛮多的。新竹的接口工程师要面对富邦勇士，陈佑伟的拉杆左边上篮得分，是梦想。对，时间不多了，塔克要发动了，对方才有犯规的可能，结果他的球掉了，比赛结束。哇，结果是用一个再见失误来终结了这场比赛哦。梦想家在客场拿下了非常不可思议的胜利了。第四节的钢铁人只得到了19分，是他们四节下来得分最少的。